这黑色麻雀跳跃成飞，剑尖舞出曼妙芭蕾，幻化成海天最美的点缀。精彩的表演可以看得到，在台南地区啊，在我们七股地区，那些欧米拿杯已经是升值到我们的教育啊，我们的各个层面啊，整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去，以后就会变成我们七股我们台南特有的一个文化了啊。那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佩的，而且这个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哦。那黑面琵鹭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哈，大家所这个保育的这个鸟类。那从1993年开始呢，它才203只啊。那从去年开始呢，从去年我们的调查呢，已经有这个2600只左右。因为咱办这个2018黑皮季哦，有一个做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先甲大家报告。我想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来做感谢咱林务局对咱保育工作这经费的支持哦。啊，另外一方面嘛，要感谢咱林务局所率领咱这个台南市生态保护协会哦，这几年来。不管是咱大家李干事，还是讲咱这个会员，号召着咱的乡亲时代，大家来过咱的乌面腊粿吼。我要甲咱的中央的长官，甲咱乡亲大家报告，这几年来，咱的成绩非常的好。咱差不多90几年时阵，伫咱台湾，咱看到200几只乌面腊粿吼，一直从咱阵到去年为止，从迄阵咱迄个廖副局长讲的，全世界将近要甲4000只乌面腊粿来讲吼。有2000，差不多100只会飞来咱台湾，其中1200只是伫咱台南这个所在。所以咱台南的乌面腊粿就占咱台湾飞来咱台湾的乌面腊粿的数量占比较大。最近我们在云嘉南这一块的鸟矿真的是非常丰富哦。刚刚廖副局长也特别介绍，已经每年这除了 Happy 2000多只来到台湾哦，真的是我们是台湾真的是宝岛哈，那 Happy 都知道会回来到台湾这个地方。那另外我再跟各位报告，我们在11月17、18两天哦，在嘉义办的赏鸟博览会哈，那有大概现在有30个国家哈，5大洲都有哈，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美洲的跟澳洲都有哈，然后有89个国际的组织来策展哈，那个整个博览会的展览哦，都欢迎大家喜爱赏鸟的人士哦来这边，在嘉义的高科显教堂那边再展出。来创意剪纸，来代理局长，我们李代理局长，对，小心哦，小心。旁边拍照哈，我们非常卡哇伊，我们的欧宾波贝，好，这是我们这一次2018我们黑皮生态行我们的5大主题，来这样子才能进我们的镜头 ，OK， 来看一下前面哦，我们2018黑面琵鹭保育季在不在？三位摄影大师，来你们要半蹲哦，要半蹲哈，来这样可以吗哈？可以吗？可爱的，这个最重要。来来来，耶！